东西可以使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法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。我问一下，82年的狗是你吗？啊，想问什么讲吧。财务出现了问题。你破财了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是正好在破财的时候。啊。听得懂吗？你被另外一个人坑了。听得懂吗？啊。另外一个人边上有一个女的。啊。你跟那个女的有点缘分。讲的对不对啦？没有。你给我老实一点啦。听得懂吗？你当心啊，他要跟你打官司的。是吧？钱不多。钱不是太多，但是他在很生你的气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赶快念姐姐咒吧。小家伙。还有那个放生怎么鱼啊那些？放生500条鱼。500条鱼。好吧。啊。你能不能许愿说不吃活的海鲜呀？已经吃素了，现在。已经吃素了。谈恋爱了吗？结婚了。你这个钱财跟你这个老婆也有关系啊。是吧？听得懂吗？听懂。你叫他不要参与这个事情啊。参与这个事情你会破财啊。好。听得懂吗？听懂。你应该很了解你老婆这性格的。她很厉害的。是。她很凶的。听不懂啊？对。那请问一下师父，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属什么？属狗，82的。没有，身上倒没灵性。小弟，你要把这个钱的事情过关，每天念108遍消灾吉祥神咒和108遍解结咒。好吧，好，吃全素。你听台长话，你的晚年会比较 好，你的年轻的时候会很辛苦，明白了吗？对。而且不要在感情问题上多纠缠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被你老婆有点压着，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？没有。现在不在是吧？对。那我讲给你听，少跟他讲话。是吧？他一开口就把你气场压了。你有时候他冲着你讲几句话，你会觉得气很闷，好像讲不出话来。对。对。感恩师父。听得懂吗？他压你呀、看谁雷呀、听得懂吗？对。感恩师父。我还有一个想问一下我的去世的父亲。叫什么名字啊？白明海，白色的海，白色的白，明天的明，大海的海，2006年去世的。哎呀，他是一个突发事件。对。嗯。对，走得很急。白明海是吧？对。还不错呢。居然还能到阿修罗道。不错呢。感恩师傅。你没念小房子啊，他怎么会到阿修罗道？我家里有人都给他念了是吧？给他念了。你看。感恩师父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